下，不好意思，影片不小心播出来了，笑死。好，那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子。那今天我们来，我们一起没有，应该说不是来玩，应该说是大家一起来玩，大家一起来阅读空气。那什么叫阅读空气？其实它好像原文好像是日本的啦。日本那边的游戏，然后 Cookie Yumi， 它在日语的意思，这个是叫做看气氛啊、看颜色啊之类的意思。那在这边呢，就变成阅读空气了，没错。那现在是要怎么玩了？我看一下哦，按一下按钮，读空气，快速读空气选项。游玩方法，这里是可以自由的读空气的空间，没有人会阻止你如何的读空气的，请发自内心的一个人尽情享受能够读空气的梦想世界。好，透过移动画面中的红色的物体来读空气，也可能遇到不需移动的情况，那时候请读了空气后再做行动。如果想中断游戏的话，请按下 ESC 键。好，非常的没有屁用的介绍。好，开始读空气喽。阅读空气，我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按掉。第一题，一起。哎、欸，可以上下移动哎、欸！等一下，走掉了。哎、欸，我都已经乱开了，奇怪。没有，你就不用倒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动，我刚刚按上下左右倒，那个跟 A 怎么鬼趴下。趴下，这个是我的趴下。第四题，然后啊，白痴哦，哦，继续讲，继续讲，继续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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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想要干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让位，没有让位。你继续，你继续，你继续那边等。拜拜。有那个逃走的音效耶，好猛哦！你似乎读的令人无言，可以，令人无言是不是？可以。第六题，啊！让我起来，让我起来。我起不来了，要怎么起来啊？哦、我们想说躺下再站起来，请问要点什么？生啤，不喝酒啦，我要柳橙汁，啊柳橙汁，按什么啊？按什么？啊柳橙汁，啊不能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要干嘛？这是要干嘛？这是要干嘛？第九题 ，A B A A， 我比较喜欢 A， 我比较喜欢 A， 爽啊！要是我打倒最后一瓶的话，请跟我交往。嗯，好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不给的。哎，这叫什么？倒下来了。啊，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。哎，真的老公公，你知道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打想要倒下躺下来的嘛？我原本想说躺下是哪一个键我要玩你，结果你就这样躺着，这样直接走过去了，可恶。
第十一题叫什么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哦哦哦哦。我把全部砸掉了，砸全部都把砸掉了。起立，敬礼。啊，坐下。我不是很懂要按什么键的，糟糕。这个键有点糟糕，没有按键给我按。哦，这是什么画面？这是为什么？我被吸过去了。哦，是哦，按手机，很好玩哦，对手机游戏，这手机游戏很好玩。他走掉了，他走掉了，我还没有找到要怎么按呢？那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口哨声吗？耶、yeah!！耶、yeah! ！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，我刚刚根本没有摆出这个姿势，好吗？就是被吓到，是不是？那个手机在旁边，而且那表情也太冷，太什么冷静了吧？太淡定了，太淡定，对，淡定。下雨了。我按什么？刚刚一瞬间好像有按到什么东西，啊，走掉了。我要在下一站下车，紧张流汗。下一站是终点站龙昌寺，所以我现在是啊，我按下去了。我按下去了。第十八题，坐中间啦、啊，干嘛、啊？坐中间啦、啊，干什么？啊哈哈！他走掉了。十九题，今天要跟女朋友约会，约会嘛，当然就是要去看机器人动画啊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不喜欢看机器人动画。我没有要站那边，我站后面。我没办法走掉。我头还可以一直走来走去，好猛哦！你似乎读得令人无言，令人无言。早安呢、啊？这是什么？我刚刚什么都没做了，只是按了一下右边的，叫什么？然后我都走掉了。到底我根本搞不懂要走哪里。我要走你后面。我不能按左右。有另外一个女的，我走。机器人头哎、欸，今天要去约会，是不是可以当做男友了呢？因为他想去看动画，我只好让他选看恋爱动画。男生真是不会看气氛。他提起勇气跟我牵手，我们应该已经在交往了吧？没有假的，拜拜。我觉得那个逃跑的那个音效真的是太好了，做的太好了。傻笑，会不会看气氛啊你？你似乎读得令人无言。我根本就是来捣乱的，不是来读气氛的。二十六题，谁要来演战队皇？不知道，我不要。我没有来参选，我只是来耍废的。第二十七题。
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个是他的手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你的脑内占卜结果吧。哇，好期待哦！你的结果是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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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关掉！关掉了，关掉了。向右转。向右转，可以，我向右转了。你似乎读的有点糟糕。没有啦，那很糟糕，我觉得我读得很好啊。哦，31题。哦，这个亮亮的头发，我的头发还需要再剪，没有问题的。32题，这是什么？这玻璃杯碎掉的声音。哦，这是那个有时候在酒吧里面会有的那个场景啦，就是。我会在明天的比赛打一支全垒打的。哎，全垒打没了。34题，哇，这到底有几题啊？拜拜。嘿嘿，哎，想扑我啊？不给扑啊？35题。这是最后球，一定要丢中啊！哎，竟然没有逃跑音效哎，可恶！你似乎读得令人无言，我已经被无言很多次了，好吗？无言薯条你！啊！我跌倒了。37题，这是什么鬼？我跳舞了。38题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不懂。39题，哎，干什么？走开啦！还不能动，哎，先生，属你的少女的这肩膀不是给你躺的好吗？我慢超多拍。你似乎读得令人无言。第41题，50题吗？总共是？哦，是美少女的，你的嘴，你的脚有点开哦，小姐。我可以动了哎、欸！可恶，我有没有想要把它叠在他身上了？40题，今天是我最推的偶像 A 子的插队，43题，这插队哦，我要吃，不给吃，不给你吃的，想要跟我一样高大，滚！第44题，看什么？看什么看？色狼啊！是不是有一点冷啊？知道了，有一点冷。哦，我知道，更冷。自动。哎，这个不能按哦，可恶！我们这次还把那个风量放开到最大，你似乎读得令人无言。没有啦，不无言啦。第46题，看什么？
叠在他身上，我直接挡住他，好好笑，我的天啊，47题，拜拜，我根本连动都不用动，好热，顺便帮我买罐咖啡，知道了，买罐咖啡，红豆汤。很热是不是？来，给你更热，红豆汤。49题。嗯。他怎么拿？嗯、他手好长哦。50题。特别节目，惊人的气功术。啊？不是吧？我只是想说点一下下，你似乎读的有点糟糕。我只是想说点一下下，然后应该按左边的，不是按右边才对。第51题，哎，还有51题，总共几题啊？看没看？看没看？这个腿，啊、这个腿。哦，可以挡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可恶，不应该挡掉的，让他靠嘛。咻！他变欧狼了，他变欧狼了，人造欧狼啊！54题，哥哥我好饿哦，哥哥会想办法的，你再忍一下。鬼脚图大会，画线可或不画都可以。画线，他怎么画？要怎么画？我不知道怎么画。什么鬼？别再哭了，他飞走了，他飞走了。你似乎读的勉强可以，哇塞，勉强可以呢，不同的呢，哇塞，不应该是勉强可以的，应该是令人无言才对。我们再看一次你的脑内占卜结果吧。好啊，哇，好期待哦！那是啥东西？藏起来！哎、欸，竟然是噔噔噔噔，正确耶！好想去泡温泉哦。喂，嘿，你有在听吗？只是回声看起来不是很突兀，等一下逃跑音效，逃跑音效冒出来了。一起听，好听哦，阿哥，我不应该关小声的。今天是超值星期五，超值星期五15点就回家吧，15点下班，回家了不起，拜拜。今天要跟女朋友约会牛头呢，走，我们去吃烤牛肉，去吃烤牛肉咯，把你烤来吃有没有？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，不行，我要收集令人无言。61题，后面都不用吃，好吃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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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吃，很好吃。不用吃啦，就我吃就好了。又是拍手，
前面不是才来，前面不是才来过吗？你的便当微波中，微波中。大哥，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哪里？我喝多了。我想起小爱吗？哦，记按记是不是？不要。那古热情？没有，没有热情。会造成是这些温室效应，很好，耶！第65题，今天要跟女朋友约会，机器人是不是？走，我们去看恋爱电影，我很想看，我想看才提达尼号。你速度的有点糟糕，可以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啊！为什么我回去就不能再下来了？请照顺序搭乘。这是什么？哈哈，这是什么？我不懂。我后面有敌人，快点解决他！好，解决他。友军，这个是敌人是不是？啊！可恶，被打到！射击武器超差的。第69题，放映中。哦，嗯，好哦，还不错啊，可以啦，麻麻的，麻麻的。妻子题，咦，可恶，我没有按到，嗯，我没有按到，没有拦截到，他怎么拦啊？你似乎读得有点糟糕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姿势？在跳舞吗？有点糟糕。71题，嗯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锅底是空的？再忍一下，食物马上就来了，好吃，好吃。73题，喂，明天要和女朋友约会，明天考试决定我的一生，希望明天的第一场演唱会能顺利，耶！不用考试哦，刮台风哦，台风肆虐了，不用考试喽。我的梦想是让骑着白马的王子来拯救我。第三马场了，骑着白马的王子，你似乎读得差强人意，可恶。为什么可以差强人意？我觉得不行。第76题。哦，我喜欢配红白相会。第77题，变装大会。咦，为什么我上不去？
然后我想往上调，调不到。哇、哦，这是什么？别推我，别推我，绝对不要贴推我。好，我没有推你，我没有推你，你只是自己掉下去的。79题啊，不会烫。哇，好烫啊！啊，这边等一下，别这样了哈。哇，好烫啊！哦，好烫。这到底在干嘛？我不知道。90题，精通业界的 A 子小姐。哎、欸，我原本想要坐别的地方，为什么会停在那里？你是不是读的勉强可以？这样是勉强可以吗？好孩子，请别模仿哦。可恶，勉强可以耶，不是应该是有点糟糕吗？81题，偶像的 B 子准备进行开夜市。嘿啊！为什么？我今天刻了多少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刻东西啊，我就只是刻跟平时一样的东西啊，没问题的。这啥回？我应该转上去的，哥。83题，就快到山顶了，紧张流汗。拆完喽，开完喽，要准备掉下去喽！84题，熊来了！啊！等一下，我完全躺在那边，完全不管他，也好笑。85题。可以，啊！然后这个目标是自动帮我移过去啊，给我的发，自动往上移啊。你似乎读的勉强可以，不行，为什么说勉强可以？这个不行，这个结果我不喜欢。86题，好猛哦！87题，知道答案的人，十个人，嘿嘿嘿嘿。哦，这个是看球比赛啦，看球比赛，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有飞碟？我们看那个深情的四目相交，飞碟出现。拜拜。我刚刚应该是要走过去给他吸，是不是？我不要，我不给吸。你在现在中间是我还是？如果回答是 yes 就是一手，如果是 no 就把手放下。要是不想让地球被毁了，就给我好好读空气。不想读，不是，我不是地球，我不是地球人，我是镜子精人。不想让地球被毁掉，可能或许应该不想让前天的明天是后天的大前天，我听不懂这是什么，一下子写不起来。你很瘦吗？是。你看得到这里有什么吗？不是。你会守密吗？不是。我不会守密。有办法吗？又是我的。不要。等一下，我都乱打的，为什么你还可以让我活回去？活回去？你读的这个五言可以，可以。91题，
啊！救命啊！这个是要我往后看是不是？盯着你看，你换装啊！我看你换，我就看着你换。做什么鬼啦？靠，白痴哦！怎么又来一次？啊，这，哎，你今天吃什么啊？我今天吃面啊！啊，你早上吃什么啊？我是那个啊，我还没讲完就结束了。一体，那个乐团今后的方向，解散单飞出道。啊，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看我的头就好，看我的头多好看啊！94题。怎么又是这一个？来看看你这次又要说什么了。我记得是安记吧。今天要告诉大家一项重大的事情。好，你讲。我奶奶她突然就出事了，耶！我今天就要解散了，耶！我觉得那个说话的人一定很干，心里一定很干。95题，省电中，这是什么？头发飞得好厉害，头发飞得好厉害！你是不是读得令人无言？可以，我就是来捣乱的。96题，今天绝对要做到。做到什么？拜拜。我真的拜拜了，真的走掉了，真的走掉了。97题，好闲哦。99去袭击四星球，这里有英雄，这里没英雄，当然是去买英雄啦，拜托，去袭击。CG 没英雄了。98题，很抱歉，99题，这是什么？好久不见，你来了呢。我一直好想见你，不想。我还点掉，点。不想看，我不要看，我不看。那这好开心哦！你还跟牛约过会，对不对？那个牛肉吗？他已经变牛肉了，我都知道哦。要是能和你再多相处一点就好了。真的有怪兽哎！我被压扁了。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那天吗？你太优柔寡断了，快点把我忘了。为什么这种游戏可以出现这种画面？找到新对象吧。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停不下来。不会读空虚，对不起哦。虽然有点软弱，却总是能关心周遭的人。最喜欢这样子温柔的你了，好可怜的。可是请别忘记，有时候不用读空气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刚刚完全没有在读空气哦。谢谢你，再会了，拜拜。我手可以移开吗？我不想死啊，那就不要死啊。点，没了。好可怜哦，他死掉了，他死掉了。100题，我可以待在这里吗？你似乎读得令人无言。OK， 这是什么？
会有这种东西哦。综合评分，责任感是你的强项，宽松世代等级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种东西。Oh my god， 这什么秘密？好多哦。以前的你，你过去的最低分、最高分，责任感是你的强项。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了，是不是？额外项目，什么波浪舞、跳绳、全雷打，哎，来试试看，全雷打，来，全雷打，嘿啊，零分，这是记录零分，可恶，全雷打。再来一次，没问题的，我一定打得出去。嘿，还是零分，还是零分。来，嘿，到底要什么时候打才对？我不知道。可恶，跳绳，怎么跳啊？啊！我直接摔倒了，到底？天哪，这游戏知道的能玩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没玩到跳，再跳一次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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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啊，没有感觉都没有感觉了，没有感觉了，我摔倒了，我摔倒了，可恶，波浪舞，啊。你送分了竟然，刚刚那个很明显是 out 的嘞。感觉这个比较没有那么有趣，前面那几个比较好笑。七分。这个不好玩，我要回去打全雷打。不是，不可以，我一定要打出全雷打来。哎呀，让我打全雷打，还是零分。全雷打，来试试看。嗯，到底？等一下，那个时机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看不出来。这个时机到底我看不懂，再来一次。我放弃，我看不懂，我真的看不懂他的时机是什么时候，可恶。好啦，那这个基本上也是玩完了啦。那有一些什么两人一起读空气，可是这个他只能够连击玩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连击啊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了。看之后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弄到两人连击的方式来玩看看，对，找人一起玩看看，两人一起读一定很有趣。好了，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，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直播的话，记得底下按下订阅啊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直播通知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